不行，我已经接触朝堂两三年了，我怎么还是有事儿就想到九皇叔呢？不去。话又说回来，我不找他，我还能找谁呢？哎呀，孟玉儿，你活该被人欺负你。老师。哟，这太阳是自打西边出来了。 我记得上一次殿下这么叫我，还是8岁那一年。自打那以后呀，心情好的时候就叫皇叔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叫全名，真的是太不尊师重道了。哎呀，那不是以前学生不懂事儿吗？说吧，这次找我什么事儿？不知道皇叔听过没有，京城又流传起了化骨香。啊，你也知道化骨香？ 偶然听到的，就让裴普侯去查了查，发现此事牵连甚广，连潇潇梦也有了关系。可是我也没有线索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查起。所以你觉得我跟潇潇梦的关系好，想让我替你去查查消息？<笑>皇叔果然是神机妙算。确有耳闻。所以，潇潇梦真的有化骨香吗？你急个什么劲儿？ 且不说现在云里雾里，就算潇潇梦内真有化骨香，我们也得拿到证据才可以。有道理，那这件事儿就拜托皇叔了。这样啊，你既然可以帮我查线索，又可以去见你的严姑娘。孟玉儿，你脑袋笨笨架了？我要争取找他，你以后不得后悔死。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九皇叔，你就说这事儿，你帮还是不帮？不帮。 不帮就不帮，常早已也是潇湘梦的人，我就不信我问不出什么。那我打赌你这一次是一点有用的消息都打探不到。你等着瞧你。嗯。